9月16日，范冰冰凭借《我不是潘金莲》获得第31届金鸡奖影后，当天还是范冰冰的生日。而9月16日凌晨，李晨刚刚成功求婚，可谓是三喜临门。范冰冰领奖时戴了一个大钻戒，长度超过一个指节，而且往下坠，分量不轻，真的是超级超级大。之前明星也戴过各种鸽子蛋，比如 Angelababy 杨颖晒过的巨型婚戒，估价超过千万。章子怡曾经的外国富豪男友曾送给她一枚12克拉闪到爆炸的钻戒。汤唯在色戒里戴过6克拉的卡地亚粉红色鸽子蛋。看来看去，好像还是范冰冰的钻戒最大啊。